大家都叫我穴位专家。不是穴道的穴。我们不是黑的按摩，我们是脏的，是给我们一个更批发价，更批大发价，对对对，可以的，好，100块啊，100块的叫这样子，100。没有专场。Hello， 杨明威，你也来嘉义啊？你是公主生哟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我刚刚就在这边看着你们，在这个绕过去又绕过来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真的吗？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交给你们吗？没有啊，就我们等一下就开走了，你就在这里。对啊，我就今天就这样就收工了，就这样就收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太轻松了吧？他有柜台的经验呢，真的哦，所以你会算账吗？今天这个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以算钱。你会算钱吗？可以。你从小在家有算过账吗？有，真的，太好了。心算也很强吗？心算，你说给我1000，我要找多少那种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你也可以叫卖吗？叫卖，也可以吧。那你会按摩吗？哪一种的？干净的，不是干净的，我是说是按有十分钟200块的头部啊，或是脚底。肩颈，干净，会一点，OK 啊，可以了，蛮能干的，什么都可以。你好，小姐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社长之路，我们要来找张杯杯啊。你好，你就是张杯杯吗？对。何阿碧，我们现在装好这个数字饼干，对，数字饼干好可爱。然后这个是方形的，这是熊传动，哎，这原味，它这是包柠檬夹心，柠檬夹心还不错，那个很香的。所以我们要跟你谈价钱，就是我们要，你当然不能用卖价，卖。我记得用大批发价。你这是一定批发价。哎呀，这市面上这手工饼都200多块。哦，所以你卖给一般消费者就是批发价。这样哎，低价收出去，大家共享。那我们就没有溢价空间，啊，我是这样吗？那是给我们一个更批发价，更大批发价，可以的。好，阿北的大批发价可以，这样可以给我们多少钱？100块啊，100块的叫。100块不是啦，一斤，到这么100块，我都你还有开心一下，我给你们挑起来一下哦。像六个的话，我的1000多块，1000多块就那可以算我们1000块，1000块可以哦。好，耶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计时哦，要开始哦。要先安抚，先蒙住你的眼睛啊，不是，忘了你的老师要是说要先安抚他，安抚一下啊。要先，好啊，这个力道很厉害。哇，我怎么今天都遇到这种的？哦，这位大哥手可能在抖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不会太累。我不会。我等会一定要提你。不用。不要手抖。我不会紧张，我会蛮紧张的。宜兰的名产吗？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？美发。哦，美发。对。啊，我最近也刚有对美发有一点涉略。他手势是对的。有没有？对。他真的有练过哎。啊，我们刚刚才去学的。他刚学的，现学现卖。对。好强哎，他合格哎。谢谢。记得，下次来找3号，我是3号。3号。对。汪浩知道吗？记得找3号哦。因为他下次就没有他了，大家都叫我穴位专家。不是穴道的穴，
我们不是黑的按摩，我们是脏的。哎，现在多久了？哎，不是，五分而已，6分19秒。哦，还这么久？时间怎么过这么慢？你的码表应该有点问题，会不会？不知道，我等一下可以检查。我还有呀，你累就不用了。不会啦，钱到付。你是有付钱的，怎么可能？他早上起床就累了。不会不会，我们真的会按。先甜后苦，对，先被按了以后，然后再按别人。其实我刚刚按别人10分钟，我们自己我体感时间感觉已经过半小时，所以按摩师真的蛮辛苦的，按一下很累，按一下按完，然后他的朋友呢在旁边说：“哎，我也想按，我也想按。”我心想说：“不要吧，你们去找专业的按吧。”对。我教你剪蛋，就是剪上面，这个蛋剪下面，这个蛋有头尖尖跟头钝钝，钝的这边是气势，嗯，就这样，这个是专门剪鹌鹑道剪蛋，是我们客制的，你就头套下去，剪下去，然后倒下去，要我示范一个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不会，真的哦。小心你的手指头。然后倒下去，对对哦，可是你可能要稍微等锅再热一点再放，因为这样会哦，这个是把蛋壳直接剪开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你就可以很优雅的做一个一直倒一直倒。我是不是剪的速度要很快啊？对，就是通常像我们自己剪都会有压力，因为你要一次剪完一轮之后，你再翻第二次，然后刚好就要一直弄一直弄。这一盘的时候还不会有压力，等到第二盘那温度都上来了，你这样的速度就不行。真的哦，不行。来这边有，现在很可以。那有没有少隔一点的？那我们就少隔一点，这个已经最少隔，还没护夹，对，没搞。哇哇哦哦哦，那很喷啊哦！哇，吓我一跳。哦，就我们就放边。我被你吓到了。阿里山优质的茶叶。啊，我们忘了加海苔跟芝麻。什么？哦，什么？哦，分。那什么？太容易。他没有教我。他没讲。够我。海苔我怎么知道？辣椒酱300，不好卖。这个辣椒是新竹的辣椒。300。300。对。甜甜圈，好的，总共是75。要带点辣椒酱吗？他带点辣椒酱跟花生吗？花生吗？还有，我们这个要放，是我们捐的。啊哦，好。要检讨他那个弄太贵，辣椒要300其实不好卖，太贵。可是他卖价就200多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不便宜。对，他卖价好像就我知道他卖价高啊，进价高啊，成本就200了。好，对，好。辣椒酱215就卖，太少了，贴哦，一瓶加85，你贴哦，我可以哦，我没差。恭喜明威了，真的，谢谢，感恩呐。很好玩，出来玩好玩最重要。对啊，因为不熟不好玩的时候，那3天很痛苦。酒又没错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喝最多，睡觉的时候直接昏睡，窗帘都忘记了，被我们看出来。但我们节目还不错吧，还蛮好玩的，蛮自然真实的啦哈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像跑很多地方去体验，哎，平常不会体验到的食物的来源，这样子，因为可能以前就吃凤梨，但不知道凤梨哎成长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样，把一些在地的美食，像我们在嘉义还有卖新竹的东西，就把别的地方的美食都推广到别的县市，我觉得这种交流也蛮不错的，对啊。